接下来介绍的这一位，又是一位在国际魔术大赛舞台魔术组得到过冠军的一位，一个三次获得新加坡魔术师联盟所颁发的年度最佳魔术的魔术师，14岁就获得国际魔术大奖。欢迎来自新加坡的这位 Jeremy 先生，欢迎他的表演。